人家都是劝和不劝分，有一个男生，然后想加一个加女生，这本来很好的事，你为什么要拒绝呢？我在管你什么事吗？啊？5月23日，今日发布一则视频，河南郑州地铁上，男子欲加女子微信，女子不愿意，闺蜜帮拒绝遭侮辱。女子发视频称，地铁上陌生男子想加她闺蜜微信，闺蜜不愿意，于是女子就帮闺蜜拒绝。没想到男子恼羞成怒，一直侮辱女子，说什么劝和不劝分，称男生加女生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还骂其胖丑，最后又表示不能因为女子耽误了缘分，又是掏出二维码添加女子闺蜜。